张艺谋的眼光从未改变。从巩俐、倪妮、刘浩存五官风格虽然完全不同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。第一，辨识度高，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，漂亮真的不是制胜法宝，能被人记住才是关键。像巩俐这样的，你放眼内娱真的找不出来第二个，就气质很厚重，像大地之母，举手投足的霸气就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：女皇驾到。我是女的，我看了都特别喜欢。章子怡则是非常标准的古相美人，大荧幕怼脸拍可以说360度无死角，而且年纪越大，你越能感受到她那种古相的优势。周冬雨是毛女郎里面争议比较大的，肿泡眼、小眼睛，五官不算好看，但是头小、脸小、颧骨高，且那个时候就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拍她啊，脸型都是非常平整顺滑的，早期也非常的干净灵动。倪妮出道那一年，火的女明星全都是五官大且聚拢的类型，只有她杀出重围，以一己之力带火了这种五官分散的鲶鱼脸，成为了高级感的代名词。刘浩存的清纯和灵气，我都感觉要冲出屏幕了啊！他其实和早年的章子怡、周冬雨很像，就有一种没被打磨过的野生美。第二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面部留白多，都特别有传统的东方韵味。像现在追求的立体浓颜美人，其实更偏向于西式审美，他们很像伏特加，就第一眼让你很冲击，爽到天灵盖。而毛女郎这种东方美人啊，就更像茶，需要你去细品，且越品越有味道。所以总结以上，毛女郎的五官不一定是多惊艳、多完美的，但他们的辨识度和韵味啊，都是独一份的。该说不说，张艺谋的眼光真的够毒辣。下节课想不想听星女郎审美？